我叫张希焕，来自加州伯克利，major 是 statistics， 我在 Verizon 做 business operations。你觉得工作的环境如何？我觉得工作的环境很好，比较放松，大家有机会可以一起聊天，没有那么严肃。你在 Verizon 做的第一个 project， 然后就是你解释一下你做的这个 project 是怎么样？第一个应该是帮忙set up 我们的 WeChat， 我们的公众号，我们已经 set up 好了，但是还没有 po 文章上去。你觉得你在这个实习中有什么成长，有什么改变？就学会怎么跟别人沟通吧，然后怎么安排时间。哪种人会在 Variant 成功？觉得像 Ian 就很成功啊，他是我们这里最成功的人。哇，这么神我呢？你在 Variant 经历过最大的挑战是什么？第一次去 Convention 的时候，那是我第一次，然后当时还不是特别了解我的公司在做什么，所以就硬着头皮跟人家聊天。好，谢谢。